Superstar。节目开始，带来一段动听的主曲，相信观众朋友首先介绍百万元名战将曾伟忠 ，Angel 的歌曲是《世间第三王》啊。若讲着谈恋爱，大家是兴趣自哦，清茶四毛，出手搁海派，爱你哪到西奈，我好你敢知？哦，一旦若失败，伤心伤肝流目屎，怨你怨地，怨命的安排。烧酒当作咱第二公是吃薰薰风，世间第三公是娶爱人啊，要先当风。接下来介绍百万美声丁佩君以及百万新男生林梦中合唱这首《舞伴》。Yeah。
心分开去，那用那一粒流星，一粒流星，留伫彼边天，伊是向阮向阮暗示，暗示一雨无了时，流星呀流星。徐福凯，演唱歌曲《可怜乱花》，再会吧。虽然是无愿意，甲伊来分离，伊当比。向后退一步，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常常觉得我自己很重要。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爱一个人让全世界知道，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现在带给大家非常快乐的周末夜晚，对，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天过快乐的一天，是，而且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对，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是，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卫冕者是陈其安，目前卫冕四冠，累积的奖金是40000元。接下来介绍我们辛苦的金牌评审团，首先要介绍薛忠明老师、罗文聪老师、徐锦纯老师、左安安老师、林明阳老师。马上进行精彩的资格挑战赛。资格挑战赛，五位参赛者分数都在伯仲之间，谁能取得挑战资格，充满变数。龙叔啊，小爱妈妈，不畏惧不舍。你敢有听见欢声啊？那是我。
本周是否会出现大惊奇？资格挑战赛马上进行资格挑战赛，介绍一号参赛者蔡正奇，28岁高雄人；二号参赛者陈伟玲，29岁台北人；三号参赛者彭伟婷，32岁台北人；四号参赛者杜新田，27岁台南人。目前这组比赛，陈伟玲、彭伟婷各记上一点，要加油了。好，三位请休息一下。蔡正奇啊，今天是第二次的比赛，前一次看出来您已经能够比较不紧张了，今天呢也更不紧张吧？嗯，还是有一点，还是有一点，对，继续维持啊。好的，来，今天带来什么歌呢 ？Only 有大哥的《战斗》，《战斗》，一起来欣赏。喜欢陈雷的歌啊，发音很像，跟陈雷还蛮像。对，因为呢好像都鼻腔共鸣。龙珠啊，所以你喜欢听谁的歌？都听啊。对，好，来稍微休息一下，谢谢。谢谢。接下来介绍二号参赛者陈伟玲，欢迎。是哇，上礼拜啊，有人说你唱歌跟那个谁蛮像的，彭伟婷八字啊。对，其实我自己看播出，真的觉得超级严重的。对，然后工作人员有建议我最好就是剃掉，然后可能画个很夸张的那种往上跳高。不用啦，你自己有自己特色。对啊，只是真的是唱看起来很悲苦啊。是，不会啊，你看那个之前张清芳就是这样啊，她的特色就是八字眉。对，好，希望我也可以跟清芳姐一样唱得那么好啊。对，而且你没她那么严重。那是因为我现在还没唱歌，唱歌就会有点夸张。其他脸还蛮标志的，我每次看到她就很想去这个投币转扭蛋了。太远了，是不是？对，这个椭圆形扭蛋。今天带来哪首歌？今天带来詹雅文老师的《梦琪》。差一点讲张清芳。詹雅文的《梦琪》啊，谢谢。我亲的大弟爹妈甲，规身躯酸，哦妈妈唔无我，夜半的讲来呀，伊点点规暗困伫遐，迄是啥人捧进去的妈妈？啊，伊的雨愈来愈大，比你的
老师，请做讲评。新同学郑琪，我觉得你唱歌唱得很自然，听你唱歌就很舒服，很好听。然后你唱主歌的时候，一进来就很多起伏，很多的感情，我觉得处理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你唱的最好的是什么？是副歌那个回头金客往下那里，我觉得那两句你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你以你这样新人的状态，我觉得这样唱歌你会越来越好。你有一天会威胁到坐在那个上面的美国队长，我觉得有希望。好，那我讲一些建议的啊，给你一些建议。你转音转得比较慢，你自己有没有发觉？哦，一开始那主歌那宽面啊，那个宽，你的转音、你的滑音都是比较慢的。那我觉得转音这个快慢的东西其实可以研究，不是说所有的转音都要这样子转法啊，就小技巧要可以再多一点。那我觉得你会慢慢更进步的啊，加油。然后讲一下伟林，伟林这歌你靠经验在唱，那我觉得你至少唱得很流畅，这是我觉得你自己的能力。这歌不是太适合你，因为你一进来的时候，你主歌的部分，你几乎一出来你就跑到鼻音去了，你就在鼻音的共鸣在那里徘徊。那个歌一到鼻音的时候，就很多东西你想要做那些技巧就很难做出来，然后还有一些滑音这些都不是很准，好，我觉得因为那是共鸣位置的选择的问题啊，它鼻音太多了。你只有到最后副歌那一段你整个放出来的时候，你的共鸣位置是改变的，我就已经看得到你的实力，我就觉得哎，这段唱得非常好听，好，加油。谢谢老师。罗文忠老师请。好，我先讲一下郑琪哈。郑琪，你的音色算是现在比较亮，我觉得你的声音其实是算是很清楚的一种音色，不会觉得说跟他伯爸现在好很糊的。然后呢，你的唱腔又带一点点乡土味，我觉得这都是属于你的个人的特色。好，那这首歌听下来稍嫌还是拖了一点点，我觉得你有时候在唱一首歌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速度。另外呢，今天音准有点点闪失，包括那个回头跟扣滑第一次那个转音，我就觉得是转的音有点飘掉了，好，那边对分数有点影响。那以整体来讲，我觉得你又比上次又更好了，好，包括你的尾音处理，好，比如说老师讲说你的抖音很制式啦，但我觉得你这次有在控制，虽然尾音收的不算完美，但起码也看得出来你想要调整，我觉得这都很好，你要继续保持，因为我觉得功夫学起来是慢慢累积起来的时候，因为经验来换取你的功力，那你就会越来越好，要对自己有自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好，然后再讲一下伟林，伟林今天选的这首歌老实说也不是很好唱，原因是因为它字很多，然后呢，这个歌型是属于比较叙述型的，好像在叙述一个故事，但因为你的声音音色比较亮，那你的共鸣真的说在你都提得太高，尤其在主歌，所以听起来就会觉得你的音色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有点冷，
听的人比较难进入那个温暖的情境里面，所以我觉得你在唱这种叙述型的歌的时候，你可能共鸣要降下来一点点，你就松一点的唱，用点胸腔共鸣，然后慢慢叙述。啊，记得不要急。其实你今天主歌的字都唱得好快哦。另外，你到了那个香港的妈妈的时候，到你整个哭腔整个大解放，落差就有点大了。我觉得在叙述一个故事，并不必要不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是当事人，也许你是在讲一个故事。好，你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可以讲到酸，但不一定要讲到大悲或者是太悲惨的感觉，听的人会比较没有压力。好，这个，但是我非常肯定你的唱歌演唱的实力，只是我觉得你的选歌真的很重要，多找一些可以展现你的特色，你才有可能分数会更好，好不好？加油！好，谢谢评审。首先我们来看蔡正奇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评审，请给分。好，我们看蔡正奇可以得到几分？89.2分。老师平均分数是7.8分。来两次的分数就很难接近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伟林能获得几分呢？评审，请给分。好，看陈伟林可以得到几分？88.1分、83.84、85.86、87.88、89.89分。老师平均分数是7.8分，是。希望老师讲的这一点你们能记住了啊！两位稍微休息一下，谢谢。接下来介绍3号参赛者彭伟霆，欢迎。周哥好，你好。伟霆今天带来的歌曲是Only You 大哥的《One in Love》，到底来听不听？彭伟霆的这首《One in Love》能不能让他初次拿下真心赛门？今天带来的歌曲是Only You 大哥的《One in Love》，到底来听不听？在落雨，云就是白雾。风若来吹，树尾卖摇。情若无心，汤水变作苦。爱若用足够，袂牵着一阵的西北风。爱甲这呢凶。是谁人来怨妒？行到无地路，是谁人的苦楚？心人是安怎来讲哦？酒若会解愁，来愈饮愈糊涂。一句话，一句伤，一句伤，一句恨，从此。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介绍4号参赛者，一起来欢迎杜新田，欢迎。大家好。新田唱歌的动作也比较多元化了啊。对。那像之前你是要看播出嘛？嗯。对。尤其唱到高音的时候，他的手就会这样，好像蜘蛛人，你知道吗？对啊，就之前很多人都说我。
唱到高音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泪水就连泪水，然后就很多选手还有那个人气王，他们都一直模仿我。嗯，对，这个也是一种特色哎。对啊，现在已经改掉了。哦，不影响你唱歌。是还好吧。是还好。哎，我觉得那个是特色哎，不一定要改掉啊。对啊。对对，你唱歌这样多好。对。这样多好嘛。哎呀。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带来二姐张惠的《摩根辉》。来，到底来欣赏。首先，请让我们薛仲明老师请做讲评。伟霆今天选这个歌呢，其实我觉得你以前的歌给人家唱歌讲都会比较黏哦。现在我觉得你唱歌态度非常明显，而且的力量也可以出来了。尤其我觉得你前面的铺陈的情绪的非常好，到副歌的时候呢，吉固为吉凶这边你就力量就放出来了，能够让他感受到这个力量存在，这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可惜你今天稍微有点点小小的 pitch 有点不是很准，尤其是尾音的地方啊，因为你拉长音的地方呢，那个尾音可能要稍微撑住，好不好？注意小地方就好了。那新田这个歌呢，我觉得你以前唱歌是比较外放，唱歌有点力量，就像刚才手往外点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容易出得去哈。今天这歌我觉得前面铺陈铺得非常好，好，我终于听到你有收回来的表情。我觉得唱歌不是只有出去，也要能够收回来。我觉得今天是唱歌的有收回来的感觉是蛮不错的，就是在副歌地方破水下来行瓜，好，这个心肝地方有收回来的气息很好。唯一一点点，因为国语歌跟台语歌不一样，台语歌有很多转折需要稍微黏黏的去叙述，不能太直接，比如说有些尾音的孤单啊，这种会瞬间勾动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还要稍微再修饰一下会比较好，好不好？加油，谢谢，放心，谢谢罗文聪老师，请做讲评。好，我先讲一下伟霆哈，伟霆今天的情绪我觉得很清楚，好，唱这首歌
那分数影响比较多的是在音准，我觉得今天音准太多地方都会有点点飘哈，所以在音准方面你可能要再稍微再练习多练习。另外呢，你的哭腔啊，我发现你的哭腔很有渲染力，就是说听你唱到哭腔的时候，其实心中会麻了一下。但是我一首歌出现太多这样的唱腔的时候，那个麻就不见了，就会反而会就觉得有点点泛滥。那种哭腔其实算是你的特色之一，但记得我觉得不宜多用。好，多用之后人家就会觉得有压力了，好不好？好，加油哈。然后呢，新田，我先讲一下你的技术性方面，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好，包括你的转音啊抖音啊，好，还有的爆发力，这都是你的强项。但这首《无言花》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典雅小品的歌，它的情绪也许是属于比较内敛，但听的人会觉得很隽永。啊，但是呢，你习惯还是会用那种爆发力的歌在唱，尤其是在主歌，因为它篇幅来讲的话，主歌字歌词比较多一点，你的主歌反而太多的一些放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到副歌你反而收回来，那我们听的人突然就会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所以我给你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一首歌的铺陈、情绪铺陈，包括那个力道怎么用，你应该配合乐队。啊，比如说他副歌，其实乐队在副歌里面啊，包括定音鼓什么都，那个气势做得很磅礴。其实你应该是往上推，整个层次才会比较合理。还有一个地方，那个离开了再来思念，光是这歌词听起来就是很哀怨的一个歌词，好像很孤独。但是你会这样离开了再来思念。你是推出去再回来，那听起来就突然觉得很安静的夜晚，突然就觉得你好像整个主歌唱得非常的刚烈。就不是属那种比较内敛，所以这个都小地方，我觉得你的歌功力没有问题，只是摆在哪个位置，你自己要去思考一下。我觉得这是你才未来要注意的部分，好不好？加油！要消化。来，两位请到这里来。蔡正奇是89.2了，陈伟霆89分，彭伟霆能获得几分呢？评审，请给分。好，我们彭伟霆可以得到几分？81.82, 83, 84, 85, 86, 87, 88, 89, 1, 2, 3, 4, 5, 6, 7, 89.7分。老师评分是17.9分。接下来看杜新田能获得几分的评审，请给分。好，我们看杜新田可以得到几分？88.1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1, 2, 3, 4, 5, 6, 90.6分。老师评分是18.1分。你唱歌没有话说，但是你将来要台语歌能唱到91、92，你的国台语就不得了。那我们这个陈伟霆要再记一点了，2点了，特别注意了。目前进入要跟卫冕者抢这个摘星争霸赛的，就是彭伟霆89.7，杜新田的90.6，也恭喜两位。好，四位请休息一下，谢谢。接下来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卫冕者陈其安，欢迎。其安的台语歌其实是越唱越到位了，站在这个舞台呢，学全方位的唱歌了。今天这个台语歌来讲，您也是因为阿公的影响吧？对，其实是因为阿公很喜欢听台语歌，阿公阿嬷，阿公他们都很喜欢听台语歌。是，你在这个地方还没唱台语歌之前，阿公阿嬷知道你会唱台语歌吗？他们知道，只是说他们也知道说我开北冷灯哦，对了，但是希望阿公阿嬷就感谢阿咱的节目咧，对啊，台语歌调教成这样子，对不对？今天带来什么歌？很好听，很难的一首歌。是哪一首歌？洪荣宏的《那时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其实这首歌也蛮难的啦。哦，难度很高。那时我回头来看你的手。
无单单昏昏扰扰的暗暝。你的情，你的人，哪有啥人伫你身边？首先，我们请到林明阳老师，请做讲评。齐安，你真的越来越厉害了，唱歌啊！我觉得你诠释歌想法已经越来越成熟。你选择了一个比较不那么夸张的唱法，是不是？对，我觉得整个这样娓娓道来很自然，铺陈啊有感情，这样一路走，我觉得这样的力度用得刚刚好。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唱得非常好，就是你在主歌的时候温温婉婉那里，呱呱呱呱那里，我觉得你那里的节奏处理得很好，重音，因为很多人唱到那里的时候，要不然太急，要不然就是太慢，不然就是重音放错地方，可是我觉得你这样一路这样起来，我觉得非常好。呱呱呱呱昏昏扰扰的暗暝，你的情你的人，哪有啥人在你身边？说一点点小地方啊，就是你主歌一进来的时候，你很多地方的几个字音都不是很准啊，你可能一进来也是一个共鸣，为什么要掌握到非常好，但是一点点折扣打在这里面，不然你这歌其实分数会非常高，难得听到你一个，你没有用一个很渲染很爆发力太多的东西来感动我们，我觉得这是你的进步，加油。谢谢老师。徐景淳老师请。好，齐安老师很高兴哦，因为我觉得现在听你唱歌是已经可以开始是一种 enjoy， 就是享受的感觉，所以很多东西你知道的同时你也做到了。我觉得你的优点特别是像你的音色哦，不管是你要用气声唱歌用 power 唱歌，可是你都能够很真情的哦，很发自内心的直接的唱，所以我特别觉得心甜，因为刚才你唱歌的时候有那个尾音，你想太多的问题，你就应该听听类似像齐安他是怎么样很直接的把一个句子唱好，还有一个大段唱好。好，所以我为什么说一个句子乃至一个大段，如果你太注重一个小小小小小小，你就会像碎碎碎碎的东西。但齐安现在的统合就是很棒。老师今天特别喜欢你在副歌前列情列狼喜瞎狼老列底心兵，那里你的声音的音色特别好听，加上你要铺陈到 B 段那个 power 出来，然后也不勉强的，可是真的推进去那个 B 段，感觉那个震撼感是在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继续加油。谢谢老师，谢谢。来，两位请到这里来。刚刚是彭伟林89.7分呢，杜清田是90.6分。接下来我们看卫冕者陈其安能不能闯进摘星争霸赛，继续卫冕呢？评审，请给分。好，我们陈其安给得到几分？88.18，88.18，88.18，88.18，88.18，90.12，34.56.78，
90.8分，老师评分是18.2分。那彭伟霆89.7呢，暂时是无缘晋级我们的摘星争霸赛。那我们杜新田就晋级了。他彭伟霆先稍微休息一下。杜新田90.6，卫冕者是90.8。在第一个阶段呢，陈其安暂时领先0.2，接下来要赢得摘星争霸赛，必须两个回合的分数加起来获胜就是获胜了。所以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摘星争霸赛，我们请杜新田，先开歌。好，带来阿令的《爱请问怎么走》。爱，请问怎么走？一起来欣赏。摘星争霸赛，陈其安、杜新田关键对决。Oh, oh, 爱，请问怎么走？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失魂落魄着了魔。资格赛0.2分的差距会让比赛结果出现变。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摘星争霸赛，我们请杜新田，先开歌。好，带来阿令的《爱，请问怎么走》。爱，请问怎么走？一起来欣赏。不想一睡不醒。消息，忍着痛，忍不住了，我就深呼吸。你说过的永远，说好要带我去。心挂着风，下着雨，想着你往前进。请问怎么走？杜新田，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卫冕者啊，要呈现你的歌曲，你的歌曲是杨培安的《爱上你是一个错》，一起来欣赏。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自古是情关最让人难受。也许我命中注定，情开就变薄。为你我付出什么的多，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失魂落魄着了魔，解开
收起你的冷漠，你在任性这样做，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漫漫长夜守寂寞，伤痛已经太过，心也早已伤透，我已不想再为谁去等候。欣赏完两位精彩的演唱之后，接下来我们请到林明阳老师请做讲评。两位强者争霸，好看啊，好听，我觉得你们都唱得非常的有王者的样子啊。那我先讲一下新田，这个新田你选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唱的歌啊，这个歌我觉得它那个难度系数应该有到95以上啊，100分的话，因为这个歌我们在音乐类型里面叫 R&B 啊， R&B 的很多要唱的比较黏一些，要比较厚一些，好，那这部分刚好都是你比较没有那么擅长的，但我还是很佩服你，就你的用气真的已经厉害到蛮惊人的啊！你的用气就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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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送气，你好像都不会累，而且我觉得高音已经走到你的最尽头了，可是你还可以再上去，这个再转一点真假，这个非常厉害。那你唱的最好的一段是那个 bridge 那一段。那一段你整个情绪的转换，还有你的声音的处理，包括抖音这些，你都处理得非常好。不想一睡不醒，免得错过你的消息，忍着痛，忍不住了，我就深呼吸。那最后一段的副歌，你的力度也是有在顶上来，这个我真的蛮佩服的。那小小一点给你建议啊，就是说因为这歌非常的难唱，因为 R&B 的东西你要一句连着一句，你不能重音那么多，这样的歌型的话你可能要去听一下，再回去听一下阿令他怎么唱这个歌，因为我觉得他在处理这个连续性的东西做得很好，给你建议啊。然后齐安，这歌你怎么又选了一个这么适合你的歌呢？我觉得你处理歌的方向完全正确，虽然你唱的中规中矩，但是你也没有什么破绽，你中间只有一点点部分，就是你有几句拍子会不太顺，或者是抢拍子，我相信你自己知道啊。然后你的音准比较差了一些，可是我觉得你在基本的分数上面还是稳定度是够的，加油。谢谢老师。左安安老师请。哇，摘星争霸战真的是要歌王歌后的等级才能够参加的哦。那我先讲新田，新田你真的是非常的棒，今天的九拐十八弯都转得非常漂亮哦，然后还能甩尾这些。那先讲你的 A 段，很喜欢你的grooving， 尤其是在忍着痛，忍不住了我就深呼吸那个地方，你做的很漂亮的 grooving 啊。那今天还有一个地方是很聪明的，是你的最后一个为什么不走？其实你的高音有一点点gain哦，可是你的那个 note 一加进来，它整个就顶住了那个高音。那真要给你掌声鼓励，因为之前有，好像你刚开始来的时候有曾经分享说啊。你的 R&B 的转音其实会有待加强，这样，那我觉得非常的棒。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缺点啊。第二个，爱为什么不走的时候，你的 mic 自己拉远了，所以你自己还有救回来。所以今天在 mic 的地方，你的 miking 的也是差了一点点，就在那个地方啊，那没有收到很漂亮的音。那曾经有老师跟你分享过，就是其实阿令在专辑上唱的这么满，可是我们在现场。不要唱得那么满，因为真的是会令人提心吊胆，因为你今天比较高难度的话，可能你要读的你的几率就会比较多，所以还好你今天做得非常的漂亮，只是说下次其实不用唱到这么满，就已经分数会非常的高。那讲到齐安，就像老师讲的，你今天真的是中规中矩，可是因为你的歌没有这么难，所以你可能犯的错就会比较少一些些哦。那觉得你的高音还是非常的漂亮，尤其是你有一个最后一个爱上一个错那个地方，你在高音的地方你还做了一个回勾的尾音哦。解开我的迷惑，收起你的冷漠，你在任性这样做，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其实会有时候给我们一些 surprise， 就是除了你自己的一些本能之外，你有在设计一些小地方，很棒。可是在主歌进来的时候，也许我命中注定那个地方有抢拍，而且你最后一个不想再为谁的那个在，其实你的高音有一点点惊，所以其实两位都击鼓相当哦。听了评审讲讲，比上个礼拜更刺激了。上个礼拜好像是赢得蛮多的，这礼拜就很难讲了啊。请徐静蕾老师请做讲评。清甜女生唱这样的歌词，像这样的曲子，其实呢，是很奔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唱一首歌，你要去研究它的词，那么你要把那个里面吸引你的地方，好，然后把它提炼出来，跟你自己做一个怎么样的结合，你才能够表现得更好。那老师觉得你今天在选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你在整首歌的形上面，你学到了。所谓的形，就是说所有该有的音符，所有的口气，我觉得都有。可是呢，有一个东西呢，乍听之下好像有，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有碎的问题。碎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你会是在乐句里面再加上一个装饰音或是转音，对不对？ Adlib 就是一个自由即兴的东西。你在学那个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概念，那个即兴它是来自于前面，可能是整个乐句或者是最后那几个字，它的情绪贯穿下去。我觉得我还想把那个字里面字意里面的味道用自己即兴的方法把它吼唱出来，或者是吟唱出来，是因为有这个必要，那个吟唱那个即兴的东西才会出来。可是现在呢的状况是变成你都学到了，你是把它像剪贴一样的贴回去，所以它就感觉跟真正的乐句没有关系，所以会觉得它还是碎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是新田你可以再继续进步的地方。那同样的这一点，我觉得在齐安，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在几次唱到像歌里面有需要，比方说今天你是最后一句，我已不想再为谁去等候，之后你有一个 adlib 然后结束，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你是知道那个后跟那个哦的那个关系，所以你有一个整体感，所以有时候差异性就是在这里会显现。OK， 两位继续加油。谢谢老师。好，今天听起来好像比上周还更紧张刺激。第一回合的比赛是杜新田90.6嘛。对。然后那个陈先生险胜0.2分。对，在这个回合里面，到底分数会落到什么？我们先看一个分数。先看一个分数。来，请先给一个分数。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0.1, 2, 3, 4, 5, 6, 7, 8, 9, 90.9分。90.9应该算低的吧，以他们两个来讲。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是算低的。但今天这个分数大概就是差0.1, 0.2。但如果今天这个是高的，是表示大家表现还不是那么好。两位会觉得陈其安这个90.9是谁的？你觉得是谁的分数？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你觉得你可以超越这个分数？对。哇，越来越有自信了。今天你的存款不是很多，只有0.2分哦，不像上周哦。不是每一集麦克风一拿就说我一定超过这里了。这个不一定是高，也不一定低哦，还不知道。杜新田，新田呢？陈其安的。陈其安的，他还不屑这个分数。对，你觉得你应该可以高过这个分数？因为老实说，这次你的歌大概难度已经到95分了。所以你觉得会高过他多少？几分？0.2, 0.3吧。0.2, 0.3，不是平手就是小胜。对，好。先看另外一个分数了。对，啊，另外一个分数，来，请给。好。88, 83, 84, 85, 86, 87, 88, 89, 90.1, 2, 3, 4, 90.4分。哇哦！所以其他人杜新田不想要90.9，那你就要90.4。哇，这个也是落差在0.5，零点五分。
这个分数如果是陈绮安的人就在陈绮安没有选择，他只能90.9了。哇，所以这个不是安全范围呢。嗯，对。哇，如果另外一个分数是90.7的话，那你就今天无所谓了，今天你就无所谓了，怎么样都不会输了。对，嗯，好。到底这个两个分数是属于谁的呢？来，请公布名单。陈绮安、杜心田，到底谁能够胜出呢？首度由阿东阿来参赛，就创下史上最高分。评审，请给分。好，我们看高山给得到92分。哇，你这个什么分数啊？我觉得你是看外貌哦，外貌有加分哦。那个外貌的确是我的菜哦，可是我今天，可是我要讲一下。今天为了我们的学员做了最棒的示范，我觉得他真的是用感情在唱歌。如果没有明月之星，应该还是会接爸爸妈妈他们的工作，就是没有没法这样。如果没有唱歌的话，我应该也是四处在各地跑口译吧，就是同步翻译这一种。是同步哦，那是很强的。我一样还是会开吊车，嗯，对，然后一边开边唱。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大众传播，然后那时候还蛮想要当新闻主播的。嗯，因为对歌唱的热情，站上了明日之星的舞台。更多他们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期待。到底这个两个分数是属于谁的呢？来，请公布名单。恭喜陈绮安90.9分，卫冕成功。目前9点，给你0.5加上0.7啊。对。杜心田对这个结果呢？嗯，继续加油。继续加油。我们再看看每个人的分数。薛老师是杜心田在分数上输陈绮安0.1。嗯哼。罗文春老师输0.2，所以你加起来是0.3了。唯一能赢的就是左安安老师。来，左安安老师，请说。今天心田他真的是就是在技巧上面的话，真的是比较高难度的哦。那其实一些转音，也许说可能其他老师给的分数就会表现说是多了一些，可是对我来讲说，其实要转到那个程度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我觉得心田其实一路看他这样走过来，我觉得他非常的努力，因为以前这不是他的长处。那我觉得他现在一直在很努力的，比如说去挑战一些不同的曲风，然后像这次 R&B 也是他也这个新的挑战，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棒。那齐安我会给比较低的分，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你十拿九稳的曲风，那我觉得中规中矩，那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突破。那当然说你现在唱歌也是非常有特色，可是因为还是会有一些抢拍啦，然后在高音上有比以往再差了低了一点点哦，所以我今天就给齐安比较低的分，差0.1。嗯，所以在五位评当中，你就赢了左安安这一个，其他的其他评审分数都是给齐安比较高的。对，是继续加油了哈。好，谢谢，谢谢杜心田，恭喜陈齐安啊。对于刚刚说的强烈的抢拍，对，我觉得，对我有抢拍，不过我后面我唱得很卖力，对，要讲给观众听，要不然观众会觉得你抢拍为什么还能赢那么多？对，对不对？这个要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对，恭喜你，请登上卫冕者宝座，恭喜陈绮安卫冕5冠成功，目前累计的奖金到达了50,000元。接下来是观众奖金大挑战啊！我们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对啊，为什么开辟这个单元呢？因为喜欢唱歌的很多人不一定有这么长时间来这边比赛，但是可以在这边做短的比赛来过过瘾，挑战自己的实力。而且只要你喜欢唱歌，男女老少不分国籍都欢迎来这个舞台。今天哈来一个外国人，哇，一个老外，是还好我英文还不错。So far so good. Yeah. 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good.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ountain. Mountain, welcome. 谢谢高山。Nice to see you. 那谢谢。You're very handsome.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You come from USA? Yeah. 我来自美国。你会说中文，会说国语哦，国语是你今年多大？几岁？20岁。20岁啊啊，这个一定是在台湾出生，或是阿公阿妈带大的。不是啊，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是吗？你住美国哪里？住美国康州。康州。对，在美国出生，所以来台湾大概有2年3年了。不是啊，就是我第3个礼拜。3个礼拜？哇，对。怎么可能？Impossible。你说你来台湾21天这样？
差不多三个礼拜。那你中文为什么说那么好？对，因为我从小开始对中国的文化、台湾的文化很感兴趣。你说在美国的时候？对，我平常会去唐人街、看一看，然后会觉得中国的食物和中文字很感兴趣。中国的文化？对。哇，然后呢，我后来就开始喜欢听中文歌。可是你，我听你的中文哦，你学的时候又没有金片子，对，但是又没有台湾腔，你的中文老师是谁？哦，以前的中文老师是中国人，但是我现在的中文老师是台湾人。哦，所以两个要综合了，对、否则他一般来讲话，很多老外都会那个卷舌。对，我叫高山，我叫高山，我叫高山。啊、我是美国人。对，那个人就是讲的人、啊。你讲话都没有这种口音呢，是、啊、真的、啊，真的假的？哎呦，你好标准哦！对，哦，你可以教我中文吗？不会啊。那请问一下，高山这个中文名字，你的英文名字是 Clay。那为什么选做高山为你的中文名字？因为我会觉得高山流水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所以呢、而且我特别喜欢高山流水的音乐。哦，你喜欢喝茶吗？喜欢，特别是那个高山茶。哎呦，我的茶。他根本，我觉得他的前世的姻缘可能跟亚洲有点关系。应该是这个中国人，我觉得。但是他的中文说那好，是从美国长大，十五六岁就喜欢中华文化，所以学的你看有中国人的老师，台湾老师，对，又喜欢听中国歌，那你女朋友是中国人吗？不是啊，我没有女朋友。你女朋友？对。你将来会交亚洲女朋友还是美国？只要是漂亮和友好就可以。哦，张文琪吧，你好。哎，我觉得他们两个真是郎才女貌了。哎呦，你几岁啊？我23岁。啊，你会在乎女生比你大3岁吗？不会啊，我会喜欢比较老一点的女生。哎呦，喜欢老一点的。嚯、哎！张文琪，你来家时是幼气，就要变老啊！你好。对，他姐长得像幼。他才20岁，而且长得很帅。文琪，你对他的感觉怎么样？You are very handsome. 你大概就会这一句了吧？没有哦，还有很多。还说好标准啊！真的吗？You are very tall. 哎，人家哪里臭，你往哪里戳啊？没有，我是夸奖他哎。你看他都翻白眼了，你看了。I very tall. 我叫高山，应该很高吧？应该很高。你这种女孩子，你会喜欢吗？会呀。会喜欢。啊、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没有。没有，可以试着交往。所以你还会回美国吗？过一个月还要回去美国。是，会带文琪回去看爸爸妈妈。他们会很喜欢他。真的吗？真的。好的，看，因为我看你们外形还蛮登对的。对，所以你看，谢谢谢谢，这画面多美哈。最近蛮缺的。是。OK， 好，谢谢了，张文琪，谢谢谢谢。哇，你看，突然又恢复那个个性，要介绍当媒人了。对呀、今天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奖金大挑战。那你要唱台语歌还是国语歌？国语歌。国语歌哪一首歌？天天想你。天天想你，张雨生的歌。对。对，是跟乐队老师一起合作。是的。你自己会乐器吗？我自己弹吉他。哦，等于说跟老师合奏，边弹边唱。那我们比赛规则是70分呢有1000块，80分有2000块，90分呢有制作单位3000块，还有我个人3000块，6000块，啊，等于200块美金呢。哇哦！哇！好，那我们就来欣赏《天天想你》，高山。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浅浅想你，浅浅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谢谢，在厉害。哎，他一唱歌就有那个外国人学中文的腔调，主人。哎呦，这个观众转过来看，他以为在看 American Idol。是啊，美国偶像吧？对啊，哇，你看你在镜头上超级帅的。你现在还在念书吗？对，我还在念书。什么学校 ？Stanford， 加州的 Stanford。Stanford。对，长春听说过吗？有有，长春的学校，像哈佛、斯坦福这种，都是高材生的。还有像麻省理工，都是很好的学校了。嗯，前十名的学校，很难考得上。而 Stanford 的这个好像篮球也很有名，对吧？对，我们美国 football 美国足球，对，特别有名，特别有名。斯坦福非常有名，哇，那是高材生，嗯，就等于像林书豪是哈佛。那林书豪为什么红？就是因为他念哈佛，就是一个学生这么会念书，还这么会打球，会打。在国外来讲，他书要念得好，才可能进行体育的活动。嗯，不是说你只会打球就是。就像他一样，书念得这么好，歌还唱得这么棒，太厉害了。哦，真的是，谢谢。你上我们节目之后，我觉得应该会粉丝会增加很多。真的吗？对，我都想给你加 FB 按个赞。对，他真的太有才。嗯，我们刚刚的表现呢，我们请薛仲明老师来请讲。好，高三首先欢迎你来到明日之星。谢谢。那我觉得其实以一个外国人来讲，要念这个，要把这个中文念得很好，其实不太容易啊。尤其是你虽然在国外就已经学中文了，到台湾来才不过三个礼拜，但是我发现你听这个听，对于听的这个感觉上你是非常快速的，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在中文上面的造诣算是很不错的了。然后喜欢中华文化，表示说你对这个文字的艺术上面有很大的鉴赏力。你应该非常喜欢我们的文字的这种形状吧？应该这样说。喜欢，对，喜，对不对？觉得这个文字的概念上会对你来有很大的那种 image， 应该是这样说。所以我看你唱中文也是有一种，很有独特的唱法，而且很多人，外国人唱中文歌都会比较。对的 pronunciation 就是那个咬字的舌头卷舌上面不是那么的确定啊，但你我觉得你的卷舌卷得非常好。你是用英文来拼这个中文，还是说你唱歌是怎么学这个中文歌？就是我听很多次每一首歌，然后自己学，因为我没有人帮助我，只是所以你没学最基本的注音符号没有？没有，没有。OK， 所以一边拼起来，对不对？用英文把它拼起来，对对对，对不对？所以像你的问字就是应该是 W 这种 W-E-N 罗马拼音吧？对对对，所以会是变得 win 啊，不是问。那因为我们的口型不太一样，所以但是我觉得你很不简单，而且你大部分的文字都念得非常非常好，而且非常的标准啊。我必须承认你是用标准来形容，只有一些小的地方问啊，这种 W， 因为用拼的地方本来就是有点辛苦的，但是整个音的 grooving。唱歌的概念跟表情是非常好听的，我觉得你在这边待久了以后，我相信你的中文会更好，而且唱起来的文字，有空也可以学学我们的台湾话、闽南语，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哦，他会几句哦，来，哦、真的吗？几句台语。下巴杯。哦，是吧？不好哎，所以很可爱。显然也是用拼音拼出来的，但是我觉得，但是你可以学学，真的学学台湾那个台语，因为台语的拼音比较好拼。嗯，你今天唱得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哎，而且向各位报告，像什么 Jenny 的，他是因为阿公阿妈之后，像 LA Boy 他们，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台湾人了。对，他不是，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美国人。哇，所以他是纯种的美国人。对，并不是说有什么阿妈带大，或者是妈妈是台湾人，不是，他是真正美国人。哦，那这难度又更高了。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唱？天天想。因为呢，我在国外的时候会想念我在自己的国家的朋友，而且呢，我在美国的时候也会想到在中国和台湾的朋友。对，所以在这里会想念美国，在美国会想念这边。对，是蛮有意义的一首歌。那暑假结束，您就要回去 Stanford 念书的，对不对？今年念大二。对，还年轻的哈。对，来，我们看这首歌呢。我们评审了解这个状况之后呢，分数也给了。到底它是70分以上、80分还是90分以上？评审，请给分。好，我们看高山可以得到92分。Oh my god！ 92分，谢谢。对，我们这个单元目前来讲，你的分数是最高的。等一下，等一下，那也没高到92，也不能因为贪图帅嘛。左安安老师，左安老师很明显给到19分。你这个什么分数啊？我觉得你是看外貌哦，外貌有加分哦。外貌的确是我的菜哦，可是我就觉得，可是我要
讲一下，他今天为了我们的学员做了最棒的示范。我觉得他真的是用感情在唱歌，他其实没有什么技巧，可是他是像我们现在一般线上的歌手，其实有些音准不好，或是一些字没有表达的很好，可是他的感情却能够弥补他的那个残缺的美。而且我觉得很棒是他的中文咬字会比一些真的 ABC 或是一些像台湾现在有很多假 ABC 唱歌故意怪腔怪调，可是他都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的棒。他还要斟酌在不要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做的最完美的示范。因为他想加油，他想把中文都念好，不要有这个腔调在。而且他是从十五六岁就喜欢中华文化，自己学习。这个评审不是说贪图外貌，其他你看，对，就薛仲明嫉妒他也给十八了，对不对？罗文聪我给他18.2，那基本上他事实上有到这么高嘛，对不对？不然观众觉得说，你不能说一个帅哥来这边唱完之后就有这么高。事实上他唱歌好听，非常用感情，而且又有感情那种感受哇！而且老外又唱这么标准的中文，对，这个、难度真的高了。虽然我的花3000块买他们的菜实在有点贵啊，对啊，哇，这比吃西餐还贵。我觉得值得，哎，这个是先给你这个哈红包哈，然后再加码的红包哈，值得什么？你都问人民币又变化修值得什么？第18.8，应该19，应该他们一人出1500啊！哇，那出几来杯应该彩头啊！真的哈，对，这是名师给的哈，哎不，制作单位给的。来这边是3000块，谢谢，好，帮仔，真的很高兴，谢谢。喜欢我们的文化是很好的，希望你也把台湾文化加进去，好不好？以后暑假常回来实习，别忘记我们了。好，好不好？不会忘记呀，不会忘记。好，我叫什么名字？苦瓜哥，哎呀，他叫我叫小仲，哎呀，不错，谢谢谢谢，够了够了，给台阶，给台阶，他是真的不错，评审也凭良心给的啊，希望大家呢踊跃来报名参加，谢谢高山，谢谢谢谢谢谢，欢迎收看艺人交流啊，仅明日之星啊，一直以来呢是我们在培育国内的歌手的摇篮跟指标，本来之前叫大赢家，对。你知道吗？综艺大赢家其实收视率都还不错，可是后来我们这个制作人觉得说，他忧心台语歌有断层，所以跟民视老板讨论，结果希望能开一个歌唱节目来培养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台语歌手，来传承台湾的文化。而且经过这个6年的努力之后呢，真的是看着他们一路茁壮，对，甚至入围到金曲奖。是，你看我们的许富凯，对，就连续2届都入围到金曲奖，对，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曹雅文也很优秀，其实学员们都很多很优秀，对，今天培养有很多的选手，现在都可以独当一面，而且他们也发片。也到各地方去表演了，对，所以感谢观众朋友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对我们明日之星所有的选手们的支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制作单位也跟电视台争取到，希望今天透过我们节目有4位来做分享交流的经验，要不然一直以来都是仰赖我们说很多的歌手啊，这些大哥大姐们对我们节目也帮忙很多，非常多，对对，学到很多。所以6年前到现在呢，你们已经渐渐成气候了，所以今天呢，这个艺人教育就由你们来好好分享你们的经验。好，我想请问许富凯，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明日之星，现在可能会做什么？应该还是在南部驻唱，然后应该还是会接爸爸妈妈他们的工作，就是美容美发这样子。对，你美容美发也蛮有兴趣，对不对？对，我是读这一科的。是，没想到明日之星转变了你们的命运。对对，雅文呢？没有明日之星，你本来做什么？我本来要去当翻译员。什么翻译？什么？翻译英文跟法文。虾米？你还会法文哦？因为那时候我是念翻译系的，然后也有考一些证照。你有考一些证照？对，我有考一些翻译证照。所以你不会翻法文跟英文啊？英文，对。所以如果没有唱歌的话，我应该也是就是四处在各地跑口译吧。哦，你都不知道这件事？对啊，那法文还懂啊？而且跑口译是同步。翻译这一种是同步哦，那是很强的，听力要很厉害的。因为我曾经接触过这种学生，就是人家讲英文他同步，就是这个在联合国里面常常有的嘛。对对对，就因为各国要去同步翻译给他听。对，像有时候新闻啊，有些那个国外的来这边开会，然后就会有一个声音是中文的，我们就是那个同步口译的那个人员。哦，对，那你很厉害啊。那你现在变成歌手，你会不会觉得这条路是走错的？可是不会啊，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唱歌，我如果没有接那个工作的话，平常没事应该也是去驻唱吧。哦，等于说想唱歌，唱歌是你的最爱。对，所以你现在做着你最爱的工作，这是最幸福的事情。对，你看，我们不讲，大家不知道他们之前是做什么，总是觉得他们好像从小都是歌唱比赛，其实他们也有一技之长，只是他们找到了更理想的工作，更好的舞台来提供他们的梦想。对，对，那这样感谢观众之外，今天你想分享一下您专辑里面
你最喜欢的一首歌。嗯，我最喜欢的是叫做《决心》，那这首歌呢是《决心》的《决心》哦。然后这首歌是曹俊宏老师帮我量身定制的这样子。嗯、然后因为踏进来演艺圈之后，不像外人看的这么的风光，有时候你自己会遇到一些瓶颈，嗯，然后自己又过不去吧，想说之后我还能端出什么东西呈现给观众看，嗯，所以压力非常非常的大。那时候公司刚好收到这首歌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特别对这首歌有感情也喜欢。对，很我觉得很正面。这首歌也是《明世八年档》的主题曲，是《风水世家》的片头曲。哦，是。那雅文呢？你我要来唱的这一首是我自己个人第一次的词曲创作《关灵》嗯。这首歌是我自己个人的一段感情啊，了解了解，所以唱起来更格外的好有感情，是唱自己故事自己的歌哦。对，所以这首歌其实很特别，因为那时候我是边哭边唱完的啊。哦，你在录音室的时候哈？对，我是边哭边唱完这首歌，老师还故意没有处理过我这首歌的声音，他觉得就是原汁原味呈现，然后可能因为感情的关系，所以他希望不要经过太多的修饰，然后呈现给大家这样。所以今天要交流的主题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本身来唱自己最有感觉的歌，那格外的呢更有感情。那我们今天听雅文的《挽留》。好，来一起来欣赏《挽留》。更多精彩好歌马上回来。那我们先听雅文的《挽留》。好，来一起来欣赏《挽留》。
失望，不管我狼狈，予人看笑话，不管你伤心多少，认真打拼的决心，成功的证明。莫问偌济人讲闲话，不惊坎坷路歹过。有梦我就有勇气，我知艰苦是暂时，委屈吞落去，当作无代志，不惊一切拢失去。就算失败嘛袂当是一个失志，爱相信家己，用心面对，总有出头的日子。我对天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对心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那是好地而且感觉到是发自内心在唱这个歌。对呀、啊，你要想在录音室哦，要一次唱到到位还很难。嗯，他们现在比录音室还更厉害，因为是经过这个6年的磨练，太厉害，在 live 的这个演唱功力，其实是。所以小钟，我们真的要感谢明世啊、嗯！我们也曾经参与这种培育下一代的计划当中，我们也经历过了6年。对啊，跟他们一起成长。是啊，真的很感动。嗯、我们请徐锦珍老师啊，给我们一些意见。我真的觉得很感动，这个感动真的是我觉得时间的一个见证。其实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当你们站在台上可以有今天这个表现的时候，你们的背后是站了多少的人在帮助你们、支持你们。你们已经都呈现出一个独当一面的样子了。你们第一次写东西可以写出这样的格式，然后我觉得整个完整度都非常好，我觉得有写出味道，哎，谢谢，非常好。而且我觉得那个听到你由衷的传达，然后我觉得整个完整度都非常好，跟你很贴。我觉得傅凯非常幸运可以唱到曹老师的作品啊，你知道他这一辈子制作过太多好的东西，写过太多好的歌，那你可以唱到他这样的一首台语歌曲啊，很不容易呀、yeah, 非常非常棒。我觉得一个成功的歌手不只是要有一个站在台上的经验，你更要有录音室的经验。有没有发现你们有录音室的经验以后再回到台上唱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不 对？完全豁然开朗，而且很多细腻的东西你在里面磨了、哦、然后你跟音乐的关系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吸收的又不一样、嗯、回来又是更上一层楼，很棒很棒，谢谢，非常好，很高兴。对，老师大概也不吝啬赞，要继续加油、啊、好，是，还是要继续把歌声贡献给大家。不管你得几座金曲奖、啊、不管你的唱片有多卖，这样的这个节目还是最终是回到原位，原来岗位上。对，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呀，接下来感动是不是只有一回？另外要介绍两位啊，他也让我们更感动，因为这两位在我们节目中已经谈恋爱了。哦，真的吗？我感动的不是这个、哦，不是这个吗？我感动是说，我们要请他出来好好好聊一下，介绍一下，对对，郭婷云在家里面，哇，是，哦，感情很好，对，不是谈恋爱倒是假，我是说为什么感动？因为郭婷云啊，我们常拿他来开玩笑，对，但是他也非常大气，对，对不对？慢慢也是除了学习到歌唱经验。舞台的经验，应对也进步非常多。谢谢。那、啊、家里呢？如果没有这个节目，你会做什么？
我一样还是会开吊车，对，然后一边开边唱歌，对，因为唱歌是算是我之前我讲过第二个生命嘛，对，一边开边唱嘛，然后下完班我们到卡拉 OK 或是 KTV 继续唱。可是唱歌会是成了终身事业吗？还是说你今天唱着唱着就要投资你的吊车？我觉得吊车千万不要，还是不要投资比较好，因为风险太高了。哦，对对对。刚刚有听到许富凯，他本来就美容业，他很有感兴趣。曹雅文会成为口译，如果没有这个节目，你会？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大众传播，然后那时候还蛮想要当新闻主播的。其实可以哦，可以啊，因为你上半身其实……对啊，我就想说就是这样就好了，还蛮瘦的。口条当然这个就要学习嘛，对，所以真的一个节目可以改变大家不同的命运，这也是天命啊。但是有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唱歌都是他们的最爱，真的是从小就开始很喜欢唱歌，对，很开心，然后很感动，大家可以在同一个舞台上奋斗的。对对，刚才主题都已经讲了嘛，您的专辑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有首叫《心瓜软香蜜》，为什么？很代表我的心情，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录音的时候，爸爸刚好病危，然后过世。那在其中的阿宅新片，它里面还有两首歌是这一首歌的结合。另外两首歌呢，有一首歌叫做《冲天爱弟弟》。对，这是人生第一个我最痛的记忆。然后一首就是《回乡》。每当录完影开车回去，依然对，在路上，在尤其在雪隧，很长一段嘛。然后就听到都听自己的歌嘛。回乡的路。已经无同，连残花也一手嘛变大丛。对，都会想到那个画面。爸爸就出来，因为我回到家，爸爸已经不在了。很感慨啊。然后那个心瓜真的那时候就坐在一起，对，先讲一讲，眼眶又泛红了。对，那个情绪，亲情这一段是没办法，永远没办法。对， 对， 对，有时候你不然过了几年。有时候你自己醒来就觉得爸爸在身边，就我有时候觉得我妈妈还在，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就是那个亲情是没办法的，永远没办法，是最痛的啊。郭婷宇呢？今天要选唱这首歌曲是，我记得有一次小杰老师，他特别在那个休息室跟我叫我过去，就说：“你嘿一条，你的专辑嘿第一条，第一条歌嘿的麦伟邦的哇，很适合你。”对，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也希望今天可以在这边唱给大家听，然后最重要是要谢谢所有的那个喜欢明日之星的观众朋友们，然后这几年来一直这样支持我们，谢谢。对，就应该尬聊后了哈。那我们就来听这两首歌，郭定元唱《麦伟邦的哇》。心跳，将近不再为感情拖磨。
下来由蔡佳麟演唱这首《星光晚香雨》。为着你，我的情已经枉费，心上最多十五里的秋天。四位真的是尬歌啊，嗯，真的，而且站在舞台上那种光芒独当一面的那个感觉，哇，听完这四首歌真是很感动，过瘾啊，嗯，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罗文忠老师。其实看你们这样一路这样成长哦，老师其实感觉到很欣慰，因为看到你们的作品呢一张一张这样出啊，然后呢不断的在稳定的进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家感动的事情。另外呢，我发现你们的唱功真的是更上层楼，因为你们的现场的演唱的实力比一般那个纯唱片歌手，我觉得都还来得坚强，好，都非常不错，要继续保持。那当然呢，从你们从素人到歌手，然后拥有很多歌迷，啊，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也给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说只要努力，然后坚持理想，到最后都会有成功的果实。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棒，你们要继续加油，好不好？谢谢老师，谢谢钟明老师。我觉得素人跟那个成功的歌手，我最大不同就是，你们可以把音乐跟声音结合在一起。人生如果来看成是一个日记的话，你们是用声音来写日记，用歌曲来写日记，这是最大最大的优势啊！很多人就唱歌只唱自己的，啊，唱自己的情感，觉得自己很投入，但是没有跟音乐结合在一起。有时候音乐只是一个伴奏的化妆师，但是声音放进去之后，它能够把情感跟文字的魅力完全散发出来，这是你们最大最大的优点。你们今天能够走到这一步，除了这个舞台协助了你们之外，你们自己也非常努力。我觉得我们看到你的成功，跟看到你们唱歌的功力啊，是非常非常棒。今天等于是欣赏一个完美的歌曲了，加油！谢谢评审老师啊，给这些学员们的鼓励啊，希望继续更上一层楼，继续加油了，好，好不好？也谢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了啊，更要感谢我们辛苦的金牌评审团，谢谢。再感谢辛苦伴奏的空腔大乐队。每个礼拜六的晚上8点锁住民视收看我们明日之星 Superstar。